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咱们家自己家原创的鹿角小腰包、小挂包，尺寸也不是特别大，选用的是纯牛皮，在这个口的位置做了一个设计，鹿角尖这种缝制的非常结实的口，随着它的大小的过度变化的话，它会扣得特别紧，然后打开是这个样子，纯手工做的。侧面给你们缝的口，各种皮子吧，其实很多，但是没有在这个平台放太多。这个样子，这个就是自然光线，这个就是这个灯光下的光线，纯牛皮。这个皮子颜色难免有偏差，然后这个是咱手工师傅做的，但每根脚的这个样子也不会完全一致，如果想选就得一图一物，然后也得看现货，各种小包包都有啊。这是其中咱们家一款原创的这个小包包鹿角包，追寻一个性价比，纯皮的，不卖假货，随便鉴定哦。